你看到的，我决定给你饺子两天假，从明天开始。干啥呀，好吗？小子，今朝有酒今朝醉呢。这样，领导，我再请问连假，走了啊，走了。敢问？小兔崽子，跟我年轻时候像不像啊？实际上，说是老演员了，是不是？你故意的，是吧？经验太丰富了。来，兄弟，放哪儿了？兄弟，放哪儿了？我不 happy， 有人高兴，有人哭泣。